咱昨已经也讲到凡夫地事的不净，一种本来是不净，凡夫皆为净，这已经是在咱的身躯，在伊的身躯互相彼此之间，就是一净，所以才会去贪。那这个贪欲男女啊，的色欲啊，就是定定都是以这个净相落五净中，其实啊，咱不净就有几种五种的不净哦。但是凡夫啊，都无了解啊，到底心有什么款的不净啊？凡夫有五种，那就是精致不净。什么款的精致呢？意思就是讲，咱随业啊，这个精致而来。过去咱不是常常讲，讲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心嘛。人过去所做作的一切，迄、那个业的种子啊，咱若是做着不净的种子，咱就是带着这个不净的种子而来。而且呢，这个业力啊，在多一个父母的精甲血混合起来呢，参加咱的业性啊，安尼呢？配合就已经呢决定了这个不净的精致，所以精致不净。再来呢，主体不净。咱反观咱家己，咱的主体每一天啊，咱吃入去的物件，排出来的物件，什么是清净的呢？所以主体啊，一点啊都不清净啊。迄一天，咱的东部啊，委员伫跨年岁末祝福，我到入门的时啊，就有一位呢，坐伫轮椅呢，看到师父，啊，就安尼真恭敬哦，都安尼讲啊。师父啊，我爱感恩哦，我爱忏悔哦。啊，你是安怎爱感恩？啊，师父救我呢，我就是啊，过无无啦。我还阁是一头的无罪。那旁边啊，有咱的祖先对子讲，就甲我讲师父。伊就是伫个迄当阵，跋落去山窟内底啊，四暝五更啊，叫天未应哦。后来呢，伊得救啦。啊，原来是你哦！啊，你会当恢复甲安尼，真正是不可思议呢。啊，你啊现身说法哦，后来真正是上台啦。第37座道品的中间，观心不净啊，这段的经文一出现啊，他就讲啊，伊去咧山顶啊做工课，啊就是要转来黄昏的时啊，就车呢无小心嘛，就变落去山谷的内底。在那个所在，头啊着伤啊，规身躯都是拢骨折，都是断去啦。
而且呢，头拢破啦。伫迄个中间，伊呢就一直叫救人啊，救人。但是呢，天不应啊，地不灵啊，所以呢，救救的声音拢无人听到。一暝过去啦，又是天光啦，伊啊，又是再搁再呼叫啊，呼叫，还是同款搁无人听到。暗啦，一暝又搁过去啦，又是搁天光啦，一直到第五天，伊呢忽然间想到啦，叫啊，叫师傅啊！你一定要来救我哦！你一定来救我！不可思议的呢，迄个时阵啊，就有人听到有人伫咧求救的声音，听到这个声音看，哦，看到伫下面这个人，赶紧啊，叫救护车啊！伫迄个深山窟的内底。要把他救起来也不简单啊，人下去到那个地方，发现到说这个人啊，已经是真微弱了，而且整个头呢，都是白的东西，看清楚呢，这些东西都会震动，原来呢，就是头都总是生虫啊，头破去啊，所以呢，肉也裂开啦，遐济工啊，无处理啊，所以呢，他就已经心疼，搁再写，紧解救啊，真无容易，甲送来到咱病院，入来甲病院的时，好一挂医生、护士、医疗团队拢动员起来，先处理迄个头壳。用眼啊，戴伫咧眼瞳，不只是有瞳，佫已经有人咯。尤其是瞳啊，会对目睭呢周围啊，迄实在是咱若佮想起来，伫迄个四暝五更啊，啊到底是安怎活落去？听伊讲啊，就是伊落落去迄个所在。有寒芒的草真悬呢，所以有一点啊落雨，搁再下有一个露水啊，伊就是啊，带好迄个芒草的水啊，会滴伫伊的嘴里，安尼呢活过来啊，所以迄个伤是非常的重，是一年外的时间啊，还搁是伫咧福建中。啊，阁是爱用四脚的助行器，啊，阁得爱坐伫轮椅哩。后来就问伊讲：“啊，你是安怎讲是爱忏悔啊？”他就讲啊：“因为呢，伊伫民国八十三年，伊啊已经走入来助行队。”在咧建设，在咧培训啦。但是呢，唔知虾米款的原因啦，他对啦，所以啊，并无受尽。迄一天，伊就讲：我现在身躯穿着这束衫，就是准备伫咧受尽，袂啦。所以伊身躯穿的是自行腿。迄、那个西装参加下个人啦，伊已经是准备要受刑的人，到底是虾米因缘脱队呢？迄一天的时间无真多，好互伊讲详细。不过呢，咱下当然听到一个人的性命不该死的时啊，伊嘛是真有迄个韧力啊，嘛真耐啊。在山谷安尼练落去，弹出去伫外面啊，
啊，头壳拢破去啦，搁再呢，骨啊拢断啦，竟然会当冻四面五工啊，一直到头壳拢生虫啊，安尼伊还搁活会落去，甚至遐尼只微弱的声音，安尼呼叫呢，有人听会到。五工前啊，应该声音会较大声。想怎会无人听到呢？想怎五天后啊，已经呢无啦啦啦，来到咱的病院，要听伊讲话，都出袂出声音咯。想怎迄个时阵呢，伫咧呼叫会有人听到，真正嘛感觉起来不可思议。尤其是啊，这个经过程。会当头我搁再恢复到安尼，医生啊、护士啊，甲咱的志工啊，大家人嘛是讲不可思议，所以业未尽啊，走未去啦。所以咱的人生的剧本安怎写，也未演完呐、啊，伊都无法度一剧终啊下台去啊，因为呢。后面还有一段的时间，还要继续演下去啊！一年外的时间，真正是足辛苦的哦。你想骨断到安尼几若节啊？到现在呢，安尼起落，还搁在真侪人安尼解扶着。不过呢，伫造型起啊，慢慢徛会起来，又搁再落来到。我的面前啊，在舞台上下来，来我的面前就跟我说，师父，我真感恩啊，我会忏悔啦，这段时间我都在忏悔，我说用好好啦，再归队啦，他说会啦，我会再重新建设啦，我会重新再培训啦，看人生啊就是这么这矛盾不可思议，确实呢发生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说起来呢，凡夫啊，我们这个肉体的身躯真的是主体不净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啊，真的是要常常关心不净哦。那再来就是外相不净，外相啊，看看身躯若有病痛的时，或者是呢生落来呢，就是五官不齐啊，四肢不齐啊，迄个残障，有的人呢是体重，有的人呢是身体肢体的。障碍，真诶，外相不净。搁在第五呢，就是究竟不净。人若往生了后啊，真正是土归土，水归水啊。土归土，就是身躯拢烂了了啊。水归水呢，就是规个身躯呢会流汤啊。这个火归火呢，死了后的这个烧气拢无啊。那风归风呢，喘气嘛无咯。其实呢，因为无喘气啊，所以呢，热度都无去啦。这安尼造成了呢，这个肉烂啦、汤老啊，真正呢，究竟啊，实在是不清净哦。所以啊。这是五种的不清净，不管是来生的时阵，咱都已经呢有这个经济的不清净，咱的业识啊，甲父亲母血混合起来，真正是不清净哦。一直到最后呢，会究竟不清净，总共有五种哦。所以咱呐，凡夫啊。就是对不净啊，而假净，所以凡夫无法度通去了解，所以妄心贪着，众生就是安尼啦。
所以也贪着五欲啊，所以呢，即真侪的争端啊，都敢那伫这个身躯发生起来，所以执以为精啊，即成精的颠倒吼，这就是叫做凡夫颠倒啊。前面的四道呢是凡夫嘛，后面的四种的颠倒呢是修行者。那就是小乘修行者咯。常计无常。什么叫做是常呢？常就是发心常住的意思。啊，无常啊，就是变异的意思。在咱凡夫啊，果然啊是无常，就是变异不常，真拢一直讲过去啦。但是呢，咱还阁有一个常字永恒。过去阿爸已经解说过去了，因为呢佛啊，伊的清净法身啊是常住不变，唔只是干那佛有哦，其实咱人人都有啊。佛陀都安尼甲咱讲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人人拢有一个清净永恒的本性伫咧。只要你把智慧开启啊，这个发心呢是常住啊。但是啊，声闻独觉这个小乘的人呢，他就是因为无明覆白着，伊只是敢那执着的无常、无我、不净、不常、不落、无我、不净，伊敢那执着伫迄个所在。伊无法度搁再透彻入去呢，是常的，这个佛性啊，发心是常，伊无法度去透彻，所以呢，伊敢那执伫迄个不常、不落、无我、不净，继续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呢，独善其身，所以啊，叫做妄计有生灭的相。只是干呐，以为讲哦，世间拢一直是伫咧变异无常，所以这只是呢，伊个无明啊，该覆盖掉。也阁有一个相龙五尽，伊无法度通我了解，这呢就是相计无常。那第六啊，啊就是讲乐，但是呢，以计为为。这就是啊，小乘者呢，伊所以真消极啊，感觉世间无一项是快乐的代志，所以本来是乐，他就甲伊讲不乐。什么叫做乐呢？涅槃清净之乐。这乐是涅槃，涅槃呢就是寂静。我听人讲静寂清。定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光明啊！啊，真正的境界、清净的境界。但是呢，伊无法度通去体会，所以啊，伊该当作这是苦啊，无乐。但是呢，伊无去体会到境界清净，会记得讲吼。过去宗主啊，甲伊个朋友行伫一条桥个面顶，好看到迄个溪伫咧流啊，水真清，啊鱼仔伫遐伫咧游啊。宗主呢就讲啊，真快乐，真快乐。但是呢，伊个朋友赶快徛伫遐看，哪有啥物快乐？伊讲是啊，鱼你看伫水中真快乐啊！伊个朋友就讲，
啊，你也毋是鱼啊，你哪会知影伊快乐呢？那庄主呢，都回过头来，甲伊个朋友看，啊，你嘛毋是我啊，你哪会知影我无快乐呢？所以啊，这就是境界无同啊，消性啊，要哪会当通了解呢？大性就是讲法，迄、那个常乐无净的境界，迄种的快乐啊，无法度通去体会吼、哦。所以这就是叫做凡夫啊，乐界非乐。咱哪会当通到达了迄个净寂清净啊？迄种呢，即光透，这叫做涅槃的境界，那就是永恒快乐啊！凡夫啊，无法度吼，忘记是苦，甲乐甲当作是苦，这呢叫做乐界非乐。总共一个凡夫甲修行呢，都有无同款的烦恼。凡夫呢？即常乐无净，小乘呢所执的呢是非常非乐、非我、非净，迄种的执着啦，所以伊真正呢未快乐哦，所以真消极，这就是小乘。各位学佛啊，咱真正爱多用心啊，咱的身体呢是清净，实则是污染。啊，咱爱好好呢，伫透彻了真理，人事物理啦。其实理呢，啥物都无，是人事物啊，才有真多不愉快的代志。所以咱来当头透彻真理，咱就会当头行伫中道，真正的积极及快乐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。